嗨，各位大家好，我是神秘。今天我们要来开拍以物易物啦。然后呢，我上一站在尤伊娜，我现在还在尤伊娜，我等一下才要转过去，有看到吗？我现在在尤伊娜。然后在上一支以物易物的影片呢，艾希就是艾希提亚，他给我一个加八扳手，还在我的身上吼。等一下我们就转到杀人精去跟别人换东西，看一下我们这个加八扳手。艾希传承的，看可以换到什么东西哦。然后最后呢，杀人精结束之后就要返回到艾莉西亚回来了，这个企划就完美的结束了。那我们先转到杀人精去吧。好啦，那各位观众，因为前面的影片的那个规则介绍已经放太多次了，我这个影片就不放了。那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最后那个我那个路径哦。那我下一站就是杀人精哦。那我现在转伺服器已经买好，我马上过去杀人精。好了，各位观众哦，我来到杀人精了。现在其实我对杀人精的印象是，可能找不太到的，你知道吗？我就去一瓶看看啊。对不起啊，杀人精玩家，因为我总觉得，其实还是有人呢。看一下，不对啊，怎么那么空？怎么那么空啊？这样我是要找个鸡毛啊？我看一下，真的有点空而且感觉上都在挂机，这样我是要怎么找？竟然一瓶这么空哦！那我们反向操作，各位观众，我们换到30瓶去看到底有没有人，好不好？反向操作，一瓶没人，那就尾巴嘛，大家就只会活在头跟尾而已嘛，对不对？哎呦，我还真的有人我看一下是什么？这是同个工会的海岸蓝月哦。问一下他们，我刚刚他们看起来都在挂机，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没有，看他们在那我马上跟他交易一波。哎呦，可以啊！我跟你讲，这绝对是我在杀人精找到的那一群人的。我跟你讲，要杀人精找到人，真他妈太难了。我们一样啦，你再做个交换礼物的企划，什么换都可以。现在物品是这个是艾希，是实况组。这个是实况组艾希的 OK 啦，我们拿出我们的加八扳手啊，各位观众啊，加八扳手拿出来，加八，我们看一下他拿什么来跟我们换哦，各位观众，看他拿什么来跟我们换哦，我们这个加八扳手相当优质，各位观众，椅子吧，什么椅子？他拿什么跟我换？套一次吗？那好啊，我这样子我就可以免费参加那个美食公道博，可以啊。椅子，到底是什么椅子？哦，他打字了，希望交换的人保持纯洁的初心，优质，这个人可以，税，这个理由可以，感谢交换。好了，我们成功交换。好，那我们交换完了。啊，后面放那个火球是什么意思啊？各位观众，我刚查这个纯真之地模型椅子没有人买所以它是蛮稀有的一个椅子还不错各位观众，我发现一件事情自从我换完第一个之后呢，他们人都聚过来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完蛋了，那我只能跟他们换了吧，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全部人一个聚集过来那我问一下他们也算是路人吧，我刚刚也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莫名其妙聚集过来的，他们也算路人吧，不算是我内定他们吧。那我问一下，有谁敢换我先坐一下刚刚那个椅子长这样，然后长怎样，来我看一下，可以啊，纯真之地，我们跟他交换东西好不好，因为没办法，他是雪之下的仙奶好不好。好了，我们跟他交换一波。这个是传说中的那个吗？剧毒短杖。很久以前的风之谷这个相当有名你知道有那种163长杖吗？
163长杖，哎，我以前的那个玩那个炼狱巫师啊，就是拿那个163长杖，然后攻击超高，哎，虽然说这个攻击速度很慢啊，但是这个东西以前是那种转蛋产物，哎，我问一下，为啥拿这个换？因为是绝版品，漂亮，好，感谢交换。好，我们先。哦，感谢他给我这个剧毒短杖，哎，把他掐个把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他到底也不，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绝版品，就这样，是不是？好了，我交换第二个。看来我这一集注定要跟这一群人换啦。这一群人全部都准备好要跟我换呢，这群人是怎么回事？哦，再交易一个，哦，这个人 ID 我看一下 ，R1 东小雅 ，OK， 那我们跟他一样，再跟他讲一次好不好？那这次的东西给他是剧毒短杖，好不好？这个剧毒短杖刚换到的，很香。你愿意拿什么换？他拿这什么东西？枫叶 ？Maple 吗 ？Maple 吗？原因是什么？问他一下 ，Maple 是什么？是因为艾希唱那个 Maple 吗？哦 ，Maple！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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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周运打打打打打老婆露西打哦 ，Maple。MAPLE， 他的原因想太久了吧？他这个人是宕机的，是不是？这个人是宕机的，是不是？这原因想太久了吧 ？Hello， 你还在吗？这个冒险的初心很重要。哎呦，讲得很可以耶。好，那感谢你的交换。冒险的初心哦，可以，成功交换了。可以耶，好啦，各位观众，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找的第四人哦。这个第四人可以说是巧遇，我只能说巧遇，真的就是我刚刚不是有突然有一群工会跑过来找我吗？然后在里面之中呢，有一个我认识的朋友，他叫做莫提哦，他现在是 LOL 的那个英雄联盟的主播哦。我跟他原本就是认识的，然后我知道他是杀人精，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刚刚那一群公会里面，他就说：“哎，你是神秘吗？我们真的是一个巧遇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要来跟我换一下。那好，那他既然都来了，我们就马上来跟他换。我们看一下他到底会给我什么东西哦。来，我们先跟他换。我们刚刚拿到的是枫叶哦，好不好 ？Maple。那我们看一下他会给我什么东西。诶。他拿着什么？奔跑吧仓鼠，为什么拿这个换？奔跑吧仓鼠，又想推荐你一个好看的东西啊！我知道他想讲什么，是不是那个天竺鼠车车，对不对？那个奔跑吧仓鼠，哇，这可以啊，天竺鼠车车，哎，哇，太优质了吧！太优质了吧！天竺鼠车车，马上来做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是怎样哦。奔跑吧仓鼠，呜呜呜，会跑哎、欸！哇，优质啊！哇，有看到吗？有看到吗？这个老鼠哦，一直在跑哦，这个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动漫的那个主题的那个椅子哦。OK， 好，谢谢我们莫提哦，我们马上来找最后一位。好啦，那我来换最后一件物品哦。这件物品呢，我找的人不是实况主哦，真的就是我的朋友，他叫做妮妮，好不好？是一个妹子。然后现在我们就来跟他换个东西。好，我马上来跟他做交换。你要拿什么换？哎，我现在真的相当期待，因为他说他给我的东西，他说很棒。我就是要来。看一下到底送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红色旧魔法帽，这是你企划开始？
拿台湾的第一件东西，哎、欸，不是这样的吧？打了很久才打到，这是你计划开始拿来换第一件东西，他要把我第一件东西又再还回来给我，你这太鬼了吧？哎、欸，你这个已经不是有梗了，你知道吗？你这个已经是被烂了，你这样懂吗？最后换回来等于这计划没拍过。OK， 好，你要给就给，你要给我就给我吧，我接受。好，我接受了，来交换。所以等于说我这计划又回到原点了，是不是？好，可以。好啊，那今天的一物一物杀人精篇就这么结束了、啊。下一次就会回到我们艾莉西亚、啊，所以我到底最后会换回什么东西呢？我们下一篇就是我们最终章了。好、啊，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